即係個市場上邊，大家其實而家係好欠缺呢一種咁樣嘅打賞啦，或者係支持一啲創作人啦，即係用一個具體嘅行動。我覺得 Likon 咧有可能咧會因此而改變緊我哋而家嘅一個網絡嘅生態啦。即係講得誇張少少，其實都幾重要嘅一個革命嚟。